本名单特别的厚啊，大家给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今天莅临现场的各位嘉宾。首先呢，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部电视剧的各位主创，就是坐在我们这边的各位嘉宾，他们是安妮的扮演者迪丽热巴，欢迎；何路源的扮演者佟大为，欢迎；赵奕凯的扮演者高鑫，以及李怡堂的扮演者尤静茹，肖温的扮演者韩栋，罗江孝的扮演者雷汉，张小北的扮演者熊梓淇，韩轩的扮演者郭嘉楠，龙叶玲的扮演者神龙茂，以及汪小娇的扮演者张可盈。那么除了我们的演员阵容呢，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整个电视剧的幕后的团队，让我们欢迎总导演于丁，总出品人朱建华、孙仲怀、刘思雨，欢迎。